依賴單一嘅產業
講工作同生活平衡，2015年佢哋會轉身走人。根據青年機構 ISAC 舊年嘅調查，80%青年正計劃跳槽，打工仔嘅瀟灑唔上係無話一難關。總括而言，面對本地、外地、全球市場咁多隱憂，若問今日香港青年是否適合放手一搏去創業，除非好有信心做到尖端嘅1%，否則我方認為不值一搏。多謝各位。安主任所用時間為3分4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之後是公辯的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議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權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並不得打斷公辯發言。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如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一次扣除1分。如公辯一方如實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好，冇嘅話請評判注意啦，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咧，留意填寫次序或者係反方嘅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填寫嘅係會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言嘅分數嘅。好，咁而家公辯環節正式開始，而家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自由選擇反方嘅辯員。而家有2分鐘嘅公辯時間，最優先嘅時事。咁我成唔成年？香港青年人創意係應該得到更加發展咧？承認。咁點解而家香港青年人啲青年想做嘅工作咧，原來會包括到好似係文化創作啦、電影或者先進科技等等，而家可能佢哋打工都未必有機會去發展嘅時候，點解我哋應該創業咧？創業啊，做任何嘢都有講求天時地利人和，但我哋見到亦都係時勢在動，但我哋依家見到咧，依家係時勢好明顯係唔適合嘅。正如我同你頭先開電影講咗啦，香港。內地同埋國際嘅市場都係唔適合創業，咁所以唔適合創業。咁我哋而家見到啦，原來政府咧已經好多基金去幫助佢哋啦。以前咧冇基金，而家有基金，呢一個叫唔叫做人和或者係天時地利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啦，政府好多基金都係種子基金，淨係開頭嗰幾年會支持你，但係到咗之後嘅話，都係有得你過咗頭幾年之後都係有得你自生自滅，咁所以希望有方明白。去打工，其實由
有方係咪誒冇諗到我哋誒轉變到咧？而且我哋有冇話係咪支持年青人去創業？係啊。哦，咁誒問你問啦，咁有冇同學如何解釋呢個2018富豪報告當中有過半嘅千萬富豪都係靠打工而唔係靠創業去致富嘅？反而我方面到咧，其實咧，就連
連最基層嘅打工仔洗碗工咧都已經請到120蚊一個鐘，我哋就唔明點解打工咧連所有方所講嘅咁差，再加上我方主辯已經提出咗全球富豪榜2018啦，香港係最多千萬富豪嘅都市，呢啲富豪超過半數都係打工仔，呢個事實有方打算幾時先回應咧？呢條係一條比較現實，咁我哋又睇下比較之下創業環境實有點咯。咁依方面我哋又引申出咗遊方嘅另外一個問題，就遊方根本唔了解創業嘅艱難，就重新去推薦青年去創業。遊方似乎唔打算正視創業99死一生嘅失敗率，仲打算無視國務院總理同財政資源。事實上，佢哋一早指出咗內地同香港經濟嘅下行壓力，好似遊方咁樣唔睇清楚形勢就妄想創業，自然就容易淪為創業失敗率99%。而我方方面一早就提出咗三大市場分析，指出對香港青年嚟講，無論本地、國內、國際市場都幾乎冇發展空間。如果國內同國際市場對遊方嚟講太遠嘅話，我就同你講本地市場。1970年代嗰陣香港經濟起飛，為創業者帶來上景，但無論係香港早就過咗創業天堂嘅時期，現今嚟講，香港青年喺本地創業根本生存空間狹窄，有方同睇嚟仲未搞清楚情況，大家就講到我都有啲口渴，不如就同大家講下珍珠奶茶嘅故事。要成功開間珍珠奶茶店，唔單止就要鬥平鬥正，仲要鬥白，面對好多嘅難處。首先租貨困難，真難在地產難，想揾新城市海港城呢啲大商場，就當然要面對天價嘅鋪租。就算只係想租間屋村嘅鋪仔，我哋都要問下領展先。不幸嘅係，領展借花真嘅名，實質趕走小商户。當你被逼捱貴租，仲用咗10多萬翻新完嘅間鋪之後，領展紛紛中年嘅電產分紅唔俾你賣。有冇聽過茶餐廳唔准賣米線？咁荒謬嘅做法正發展喺發生喺領展旗下嘅順利商場。大家就會話租唔起家鋪，租唔起商場就難租家鋪咯。而根據全球主要大家報告，香港平均家鋪嘅鋪租係世界第一。試問有方同我哋有點同啲地產霸權鬥咧？就算我哋退1萬步，學有方咁樣開網店，唔使面對地產霸權，反而就要面臨念書嘅霸權，而唔係好似有方所講嘅零成本。有方你又知唔知喺念書落廣告，每個點擊已經要100蚊港紙，1萬次點擊就要80000蚊。仲要有人係唔小心點擊落去，好似宣傳費同樣天價。而最後要面對呢啲咁慘烈嘅競爭，來自全世界嘅競爭，有方同學你又點樣保證我香港青年可以突圍而出咧？多總結嚟講，多謝各位。如果一部所用時間為3分17秒有過時，請停步喺分子上較長時分。接下來是甲方二副，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最後我請先向你辭辭。主席，觀眾各位咧好，首先咧有方問一出到嚟咧，就已經問咗4個問題啦。第一個咧，有方今日對我哋辯題討論嘅對象不清不楚啦。今日條辯題我哋討論嘅對象應該係嗰啲想創業嘅青年啦，因為如果創業嘅，如果青年本來係想打工嘅，根本就無可厚非，根本就對我哋冇咁嘅空間啦。所以我哋而家要講。對象就係嗰啲原本想創業嘅青年，究竟而家呢個係適合嘅時機？而有方第二個發嘅問題啦，就係佢就覺得創業本身咧風險好高啊，租金又高，所以咧就應該創業啦。但係呢個究竟？
但我哋睇翻現時嘅青年咧，原來已經有好多基金去資助幫佢哋創業啦。但係政府嘅基金咧已經有成16個啦，範疇包括朋友，例如有科技啦、商業啦、設計業等等咧都落其中喎。加埋非政府基金咧，更加有24個。咁而家青年創業已經比以前嘅孤身一人嚟得多。咁點解應該趁住而家機會去創業呢？你有冇覺得青年未來到現在，甚至係去都唔應該去創業呢？Thank you.
心時間為三分鐘，好過時取扣分。接下來是自由辯論的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之後，每人都要宣布另一方所剩餘的時間。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在場如在本環節結束之後，在場人士發現有任何一位辯員從未發言，該辯員所屬的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五分。請問雙方提出咩問題？我有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先派出一位辯員發言，準備好請。經濟過度就真係
啲人咪擺少咗啲嘢咯，擺少咗啲嘢，咁咪真係啲中小企少咗生意咯，咁咪真係難做咗咯。有冇同我哋明白呢啲咁嘅經濟嘅理論咧？但係我話你論證，點解淨係租金對中小企先會高咗，或者係嗰啲點解唔係？另外咧，有方咧可
咁而家因為有方咧，嗱好明香港咁嘅經濟環境，就等多方解釋下點解香港創業咁難啦。以前要喺香港創生活，要喺香港社會生存，生活成本就要好高噶啦。以前地獄400萬，養一個細路也唔止添啦。以前啲人個人賭責，而家個個人賭責天王。創業競爭大嘅型大公司唔係鬥平就鬥正，鬥平就冇可能嘅。始終大公司可以大量生產，成本減掉再減，但係細公司就唔可以喎。鬥正都好難，始終大公司行快，小公司幾廿步，咩有新嘢創新人一早諗到。但係有方就忽略咗呢啲競爭，覺得中小企可以跑得贏大公司。就算你哋鬥得贏，都要面對霸權嘅問題。好似亞視都咁賣氣，兩個親一支，你大公司賣得贏，但係就被供應商逼㗎，要佢提高個價錢，否則就氣水俾佢，更何況而家政府乜都會管啦。隨住社會文明進步，做生意已經越嚟越難啦。大家諗下，以前小販係冇乜規管，以前酒吧係唔使攞牌，以前食肆都冇咁多防火條例嘅。以上種種點會令高風險低回報嘅創業不值一搏？但係創業嘅弊處就正正係打工嘅好處喎。例如老闆俾多啲錢員工，就代表員工高啲人工啦。但係如果有方堅決認為創業更勝打工，就請有方結辯證明如何解決創業九死一生，定創業九生一死，咁樣就可以說服到我方創業係更勝打工啦。其實而家啲青年都好似個個都好想好似以前咁啦，有冇機會俾個刻苦耐勞啊？大家在獅子山下獨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想用身行努力成行下不受鄉歌名句。青年時期就一定要打工，而唔係淨係識得守舊，淨係識得創業。多謝各位。當結完所有時間為3:39，冇過時，唔想扣分。咁啊，有請甲方結辯作揭。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有請先行嘅前事。Thank you.
4:11冇過時，所以扣分。雙方可以派一位隊員去嘅時到嘅等神去考慮分數。
然後咧，即係呢一個兩個連結內疚嘅另一個，覺得尤其是去到後面，負面好常揾一個問題，好多時嘅出現問題，即係人民幣方覺得即係所有人都應該創業嘅。咁其實我覺得呢條問題咧，你係可以問嘅，但係你問嘅時候，你必須要好清楚、好小心咁樣諗埋嘅咧，呢條問題想得到啲乜嘢答案。不能話先咧問呢條問題，但係去到之後辯論咧，其實我都覺得出咧，即係甲方問呢條問題背後想逼個乙方向咩地方，然後就令我覺得咧。你哋有少少即係將條連題講得應然變成上，但係其實呢一條連題，我覺得甲方又好，乙方又好，其實都唔係好需要討論喺度，係青年人應該即係應唔應該做嘅，而係呢一樣嘢更加應該做。其實兩樣都可以應該做，即係可以打工，可以創業，或者其實兩樣嘢質上嚟講係少少唔同啲。其實要比較困難，但係如果你即係喺年齡上要比較嘅話，你係更加之需要扣緊翻嗰個重心，就係唔係討論係所有人都應該要創業。都唔係可能所有人都應該打工，而係可能係呢一個經濟環境喺青年嘅人身上，對於佢哋嚟講係創業好啲，定係打工好啲咁嘅啫。咁所以咧就唔能夠單純就係話，即係有好多人咁易創業就等於應該咁樣。又或者即係同樣道理嘅，即係前場嚟講，即係可能有少少即係理解唔到或者理解錯誤，可以再討論。但係如果喺辯論角度作為提供聽話咧，中前場轉變去到二股嘅發展咧。聽我感覺都會覺得就係好多年輕人想創業啦，有好多基金想幫你啦，但係好多基金會幫到你啦，所以就更加好。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老實講，中間嗰個核心理解嘅真係有啲困難。咁咧，至於乙方嚟講，我覺得有啲問題咧，就係其實你主辯分咗本地啦、內地啦、國際啦，國際嗰度咧，我真係老實講，我就真係聽得到你哋個主辯點樣去解釋嗰個國際以及後場鋪排咧。即係有啲咩用途？即係佢最終咪係講翻領展啊，講翻即係租金嘅問題就咧，嗰個國際嗰個論點咧，有少少即係出場跟有啲不明所以。而且咧，我覺得乙方呢條主線設計上，如果咁樣打落咧，會有一個問題嘅，就係一條連題，雖然佢重心主義係青年，應唔應該即係應打工嗰啲啦，定係創業嗰啲啦？但係其實除咗討論翻青年人之外，其實都可以嘗試好似甲方咁講。去跳入一下個社會環境去睇下咁樣，喺成個社會環境底下，如果即係係點講，唔係純粹對青年自豪嘅，可能對個社會或者對於其他一啲相關也好或者唔相關事情也好，都係有啲咩變化，幫我哋都可以討論。咁反而乙方，我覺得更加需要關注一個問題咧，就覺得你哋一啲嘅回應咧，其實係有少少廣告嗰樣嘢，即係我大家聽嘅，例如咧一副有出嚟上。攤談嘅方法，即係講啲網店創業咁樣，但係咧，對方咪轉變一副都嗰啲唔講，係基本講啲嘢啦。咁以及咧，去到乙方二副嘅時候咧，有嘗試歸納對方，但係其實講到未創業，即係嗰啲真係完全不足咁樣。但係我完全冇聽過，即係甲方又講啲類似嘅。咁所以咧，我覺得要好小心去聽清楚對方係真係講啲類似嘅內容咧，先好用你哋嘅。以及咧，有一個咧。我覺得係有少少矛盾嘅問題咧，係去到呢一個嘅二副嘅時候咧，係需要注意一下，因為咧，你主辯亦都好強力嘅説法，就係話中國經濟放慢啊，香港本地經濟放慢啊，所以咧係一個適合咧去進入創業嘅一個時間。但係到後面咧，你突然間又講話其實香港競爭力都好高嘅，即係都好吸引大企業啊、大企業投資啊，然後甚至問咗對方香港經濟穩定。係唔係真係咁差咧？唔係真係差到呢啲，即係其實老實講，我喺呢個位置聽落咧係有少少矛盾，因為前面劉已經係講緊香港經濟好下行，所以青年人唔適合講呢個方面。後面你又同我講，突然間香港經濟咁樣差啫，咁啦咁樣，即係當然啦，去到見面先再聽得明少少嘅人，你係想講即係啲大型企業佢唔設置，咁細型企業就冇一個上位嘅空間。但係喺前場咧，其實咁樣講咧，老實講，我係真係聽到係。難理解，其實甚至覺得少，即係有少少矛盾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呢個臨場上咧，就要去小心少少。睇下先。咁總括嚟講咧，仲有少少唔重要。咁我覺得甲方嘅問題咧，我覺得咧就係由於先開始計上咧，我覺得真係比較得唔夠好，有少少似佢中段偏咗落去打英語。乙方嘅同主線設計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
大家有少少窄，同埋咧我唔知啦，即係呢個純粹我諗法啦。我覺得你打面粉嗰種方式咧，有少少懷舊喎。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你哋每一個位置咧，一副啊、二副啊、二面咧，都好夾硬嘗試逼自己要有一啲所謂叫做有趣嘅一個人題，例如一副即係去到中段嘗試話講口角啦，例如講下小奶茶乜乜啦，跟住前面咁啊講，即係嘗試翻試翻下啲歌詞咁講出嚟咁啦。我點覺得咧？呢啲嘅即係所謂堅明話，呢啲所謂嘅聲話咧，係需要建基於一個前提，就係當你已經有足夠能力去處理好你想講嘅內容之後，先係諗呢啲咁嘅花款。譬如講聽聽大家，即係可能開心又好啊，或者加錢意見又好。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喺今場嚟講咧，有少少落打難處，尤其是一副嘅位置上咧，可能係減逼自己想要跟進跟住一個嘅框架去，結果搞到自己嘅組織咧又更加散亂，同埋你有少少問題搞呢一行嘅啦。咁就同埋見面都有少少情況，其實我覺得你開頭嗰啲回應啊，即係嗰啲嘅歸納咧，其實 OK 嘅，我覺得係即係內在情況嘅。但係你好夾硬又逼自己翻翻個先生嘅嗰時嘅前後係好好唔相關，即係成件事嘅感覺。咁我諗法就會係。與其係咁嘅話，倒不如就即係踏踏實實咁樣去做一個完整嘅演說，好過咧即係有即係可能我知啦，我純粹講文化，即係我覺得呢啲嘅夾硬要有啲演繹或者有啲高大嘅變化呢啲咧，係以前啲人教我打辯論就係咁樣。咁當然咧，冇話邊個係啱，邊個係錯，邊個好，邊個唔好嘅，我都係睇你個運用嘅，運用得好就係好嘅。咁我覺得今場咧有少少令到你哋自己嘅組織都散亂啦。即係再落觀察下，就係因為可能教練啊，或者方面一啲一切準備咧，幫你鋪排咗呢啲準備而明，但係咧你臨場上有啲嘢想處理嘅時候咧，反而停曬。至於甲方嚟講咧，我覺得你嘅組織嚟講就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即係衣服啊、衣面啊嗰啲咧，你講完鋪，而例如衣服咧。該夠講四樣我咁樣嘅，即係我又真係抄咗四樣我咁當然啦，我覺得呢啲嘅所謂組織框架或者組織法咧，係應該要有嘅，或者盡可能都要有嘅。但係都係好盡量提升自己，係真係講得咁多，時間上也好，或者內容上也好，真係講到咁多，或者真係想講啊。咁就其他個別位置咧，陣間可以再問個問題咁樣，將時間交俾佢。我哋有請陳欣小姐話。特登都有適合到，或者特唔得唔得？如果
神就會變變嘅時候咧，其實有回應到嘅就係、是，講咧就係、是對面其實嘗試嘅淨係攞，即係嗰個咩高中低層，即係三樣嘢啊嘛。咁其實我今日甲方其實可能會唔會喺一副嘅時候就已經係鎖死咗佢同佢講，就係話其實今日有翻同你會就係同體打鼓嘅本質咯。因為如果你淨係同體打鼓嘅本質嘅時候，咁打鼓本質就算你冇現金經濟啦，冇青年創業啦，打工佢今日嘅位置都係全承啦。咁佢有冇對應過乙方都要相對盡嘅累積責任，要回應青年嘅特點同埋現金經濟環境咧？似乎就冇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會唔會一副嘅時候就即係鎖死呢個位置啦？因為以前再落嘅下一個就係、是，既然有翻同都識講去打工，其實今日乙方我覺得有少少係偷換概念咗，就係佢將打工嘅嗰班人全部都係有錢嘅人，即係打工都打得好成功嗰班人。但我覺得嘗試貼地啲咁去講咧，就係、是、會唔會係因為可能佢個乙方甲方見面去問到一啲質疑嘅時候，其實因為乙方講嘅一啲例子，譬如話講洗碗啊、講乜乜啊咁嗰啲時候，其實嗰啲係咪等於佢報告嗰啲打工皇帝咧？其實未必係咯，但係其實甲方係回應到。但係我覺得如果係有幫，其實可能會唔會將甲方見面嘅回應放翻上喺一副嘅時候，或者再重啲。咁啊 ，Kenna 對面點樣回應，我就好似會更加好，同埋更加容易去捉到究竟對面嘅立場係啲咩？就係、是、佢今日就係講一班打工打得唔出色嘅人。咁同一時間，其實對你嚟講都公平，因為佢抽你就抽一啲創業創得唔好嘅人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你都可以講多啲嘅就係究竟創業邊啲人成功咁樣啦。咁而呢個創業點樣成功咧，就去到第三班上講嘅就係、是、資料運用上，因為咧好多時候你一副文業咧，我傾向上邊有好多嘅資料名啦，但係咧唔係好知道啲資料名真係幫到幾多人，即係因為都有聽過呢條辯題，咁例如可能譬如話做少少資料搜集，其實可能都應該會聽話得到嘅就係、是，譬如話有高聲啊，或者 K 屋啊、Nike 啊呢啲咧，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喺呢個政府資助嗰啲計劃底下，然之後係政府俾咗幾十萬，即係真係令到佢哋本身起動基金係得2萬元，然之後到政府俾咗即係再封咗40萬俾佢哋嘅時間，令到佢哋嘅創業更加容易咯。即係我覺得你哋可能講啲政策名係我係聽到嘅，但係因為你講政策名，可能方就可以鼓勵到一個回應，就係同你講話，咁唔係啊，都係申請好長啦，申請唔到啊，起動基金即係融資金，即係你會發現越方嘅嗰啲回應係白搭嘅。但係咧，點解會令到佢啲回應可以咁白搭嘅原因就係、是，我覺得甲方係冇令到一啲即係如你所講嘅啲成功例子底下，究竟係點樣做得好咧？而且係跟住政府乜嘢錢底下，點樣係由即係佢成日今日高強點樣有死一生咁樣嘅，即係值得搏咁樣。今日其實可以完全地用翻佢啲錢，就係正正就可以幫佢嗱扭轉佢本身嘅局面，更加適合做。咁我會覺得咁樣鋪排上面會較好咯。然之後咧，到最後嘅就係即係一個你主持嘅前提底下咧，其實你主持嘅前提就係講話香港現金經濟環境係唔好嘅，即係要放咗，所以令佢更加有空間去向上行動啦。即係向上行動。但我會諗，即係對呢一個係咪聽呢一個話香港現金經濟環境唔好嘅呢個咧，有少少保留。因為譬如話，如果你講係較唔好嘅時候，粵方可以答，可以出嚟承認同你講就係、是，即係因為粵方好好地用咗好多資料去論，即係佢咁啱都係答大家都係經濟唔好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會唔會有機會用，即係我點解話佢有保留意思，就係可能會唔會粵方有機會用出嚟講就係、是，啱啱你嗰個經濟環境咁景氣嘅時候，佢反而仲出嚟創業，咁啊更加容易失敗咯。即係我覺得反而係你哋去嗰個主持嘅前線底下，香港環境經濟係真係唔好咧。即係但係即係預期係講佢好定唔好，會唔會係你講多啲嘅時候，其實你又講話產業多元啦，然之後又講話要多啲嘅大灣區啊等等培訓咁樣嗰啲出現啊？今日會講咧就係正正因為而家。你唔係話而家香港經濟唔好，但係正正係咪因為而家政府咧，可能2018年施政報告裏面都開始希望產業更單一，希望多元化，所以佢會有創科啦等等唔同嘅支柱。正正有咁多新嘅行業出嚟嘅時候，咁呢啲新嘅創科行業啊、新嘅等等唔同嘅時候，正正會唔會其實就打破緊對面講嘅壟斷局面咧？因為呢啲係新嘅支柱嚟㗎嘛，咁新嘅支柱咪提供咗個新嘅機會俾呢班青年人向上流。咁我覺得可以甲方嘗試多啲呢方面做反駁，咁就變相唔好似係今日對面係咁同人講大長。最大長遠嘅時候，甲方就好似處於一個比較被動嘅狀態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主線前線嘅嗰個位置啦。係啦，咁至於去到乙方位置上面咧，我會覺得主線設計上面，咁頭先平都講到就係報告引用上面嘅問題啦。就係、是、因為你嘅打工皇帝其實有幾多人真係去到咁遠，即係我覺得係有違少少常理嘅，即係又唔係話有違常理嘅，但係嗰刻未必係咁容易說服咯。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乙方。
哋有請啲籌劃人小姐。方辯論，甲方得票或者票與方得票兩票，之後辯方可能獨裁嘅可能性。